我想全部都压过半场。嗯。危险了，阿克拉姆！危险，门将！好在贾新尧这一次，哎，门将接这个球啊！哎呦，贾新尧啊，贾新尧！这跟周雨辰不能比，这个球彻底的宣判了中国队死刑。这个没有办法了。嗯。Goal for Qatar by player number 19, Elmoud Ali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球彻底宣判了我们死刑了。哎，这球贾新尧明明能接，他为什么要选择往外打，而且没有打远？这样的话，伴随着。